王总，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，我们之间还有诚意吗？当然有。如果我们之间还有一丝一毫的诚意，我想知道4年前你为什么不辞而别。这也是我对你所有的好奇中唯一还想知道的答案。当初的事非常抱歉，对不起。对不起就是你的答案啊。其实也不难猜，是因为 Jeanette， 就是因为她吧。是的，是因为 Jeanette。谢谢你的答案。李川，你们以前认识啊？我要去画图了。刚才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当然不是。Jeanette， 我的立场从来没有变过。你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我的同事，我会像亲人那样关心你，但是也只能这样，请你原谅。你是不是还在恨我？我从来没有恨过你。如果你不恨我，为什么老是要避开我呢？我进了 GMF 以后，你就要求调去上海，我之前去医院看你，你又不让我看。Sorry， 我知道原谅需要时间，8年了，8年够不够啊？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可以再等下去。你什么也没有错，你也不需要我原谅你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可以理解你的选择，但是你为什么用不必要的内疚折磨自己？都已经过了10几年了，我都已经放下了，你为什么不能放下呢？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？我想回到我们以前快乐的时光，可以吗？你对其他人都不残忍，为什么你对我特别残忍呢？你到底要惩罚我到什么时候啊？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都爱我的，你心里面一直都爱着我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要惩罚你，你还是我的朋友，只是我不爱你了。我不许你说你不爱我，我不许你这样说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次我不会再做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爱情到最后，不就变成亲情了吗？我在这里一直等你。我会一直爱你，我会等你一辈子。我不需要你陪我一辈子，你也千万不要因为这种想法耽误了自己。
Keep on fighting. 从前的从前，永远永远般遥远。那没拉起的窗帘，还是透露着你一张脸。是因为 Jeanette。狭小无人的房间，但我从不曾发现。你已经突然消失，听说这是一种眷恋。那些黑的白的深的浅的照片，都画满我们懂得近的远的近的从前。短的誓言，时过境迁，抵不过一句抱歉。那些乐的悲的笑的哭的画面，像从来没有运行过的时间，但对你而言也不过是从前。说不上什么怀念，只是还没碎。